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吉哥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 立肯艺术所进行拍摄的。你会说一句很好奇，什么叫做 立肯？ 立肯是大陆深圳的一间厂商，那就是他们的国产相机。那它也有平民化的 Red 的这个称号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它的机身呢就小小一块四方形的，那整体来讲的话就很跟 Red 很像，就是有一个主机，然后呢你必须要安装上去很多东西，比如像镜头啊、提笼啊，提笼上面的话你可以安装这个监视器或者是麦克风，或者是这些假电池动这之类的，就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。那它本身的最高呢支持到 4K160帧的一个强大的规格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的。那呢可以输出到12秒动态范围，甚至呢还可以扩展到16秒动态范围，所以它可以说是一台非常非常强大的机器。那最近呢它可以透过 Ninja 5，也就是 Automas 外露监视器呢，透过 Ninja 5来输出 Polish RAW 12bit 4K60帧的这种超强的规格，真的是一台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机器。那本身呢它是一个 M3 卡口的机器，优势就是体积小，第二个的话就是镜头很便宜。但是呢虽然它是使用 M43 的这个感光元件，跟 GH5S 还有 BMPCC4K 一样，但是它却没有像 BMPCC4K 一样非常的吃电，也没有那么的烫。总之呢这是一台非常非常好的机器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就像你现在看到影片一样，我们就是使用 Leak 的图来进行拍摄的，我们的规格就是使用 Horus HQ 30帧的这种格式来进行拍摄。你觉得如何呢？如果你想要一台拍摄影片很好，然后可以长时间4K不间断录影的话，那我觉得 立肯艺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